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。心觉法师，请问老和尚，分别即是贼，对不对？老和尚回答：对不对，意思分别。一位澳洲籍的比丘僧义法师协同台湾法师来拜访老和尚，问道：师父从哪里来？老和尚说：从无所住来。法师听了很高兴，说：这是见性的话。你今天来，是你来还是谁来？是我来。还有一个我来就不对，有一个色相来去，还是有生有灭，皆是幻化。本性无来无去，不生不灭，无我无你。讲话没有准备，不想，一问马上能答，就没有来去。我们讲话经过想，就有来去。佛法不可思议，用嘴讲的还不是。台湾法师跟着问：请师父开示有关修行方面。受戒是受忍辱，耳朵听到别人骂你刺激你不理，这就是戒。修行很难，尤其这个耐心更难。如果忍一星期、两星期、一个月，甚至一年、三年都容易，一生中忍辱实在很不简单。出家人的无明像火，在家人的无明像烟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出家人起烦恼时无可逃避，必须去面对问题，就像在火中炼钢一样。如果忍得过，浴火重生，就可以历练出解脱的智慧；忍不过，就容易火烧功德林。而在家人起烦恼时，因为可以逃避，所以像烟一样蒙蒙，不知问题在哪里，却一直在那里闷烧着，无法解决问题。有位法师经常在国外闭关，来台密地修行，特地上山请教老和尚：我的关房很小，空气也不好。老和尚回答说：如果心闭关，这个身已够用了；如果身闭关，那事情还很多。波州三昧是智者大师所谓四种三昧中的一种常行三昧，师父所行的是一种常坐三昧。我不晓得我在做什么，你不说我也不知道，没说我在做什么。宣化上人来拜访老和尚，上人说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老和尚说：这还是有形色相，不过无形色相还是得从有形色相修起。我没说有形色相无形色相。借假修真，眼所见皆有生灭，耳所听也如是。请老和尚多注视，暗中加持我弘法。这次我本来要离开这娑婆世界，没想到却被信众留住。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从去。
我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来去自由。法会期间，有位法师来寺帮忙领众诵经拜忏，他看见老和尚一天到晚都只坐在那里，就说：老和尚，您坐那么久。老和尚说：是你久。老和尚的意思是说，那是你认为的，我没感觉。老和尚说过，佛法并未衰微，人心却在衰微。又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中国难生。老和尚接着说，因为人心衰微，所以社会风气乱，道德水准堕落，佛法自然不兴了。无世间法、礼仪道德，就无佛法。要佛法兴盛，就应该在人心上做功夫。中国佛教研究院的法师一行人到承天寺参访老和尚，老和尚双手合抱，仪态安详地坐在大藤椅上，看到大家进来，面露微笑，点了点头，令人颇觉亲切。大家到佛前礼坐后，他要大家自己找椅子坐下。有位老师首先说道：我们是佛教研究院的学生，今天特来参访，请师父为我们开示。我觉得一个新出家的人应修一段苦行，也就是要粗衣淡饭，勤劳作物，不管是捡柴火、挑水、种菜、煮饭等，你都要做，多做苦功，智慧就容易开。一个初入门的人要把心安住，最好的办法是一心念阿弥陀佛。修苦行，做什么事情才算是修苦行呢？做苦功就是修苦行吗？一切都不计较，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别心，就是修苦行。大家都觉得老和尚答得很特别。请问老和尚，对研究教理有何看法？没什么看法，我觉得很自然。你们以研究教理弘法，我以修行弘法，一样吗？弘扬佛法在现在这个时代应该以何种方式较为中肯呢？你们是以读书弘法，我是以念佛弘法，都需要。请问老和尚，您过去修行闭关遇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您如何应付呢？要有信心，在自心深处要有一个依止。闭关时在吃的方面是否要越吃越少呢？不是的，要顺其自然，也就是要正常，要无所挂碍，要无我才是闭关。如果有我吃多少的观念，那就不是修行，而是执着了。我闭关时有时是不想吃，所以不吃。故意不吃，火气会上升，不能修行。不想吃的念头起来了，那还是执着。不想吃是有一个我不想吃。有时不吃反而觉得很轻松安适，那只能轻松几天，是暂时的现象。因为我们还未到一心不乱、一念不起的境界，所以执意不吃，身体会虚弱下来。
请问老和尚，念佛有何窍门？无有一窍，但看己心。有的不会念佛，要寿命长。求寿命长有何用？只是多一些时间去造业。会念佛的人，心与佛同，多一年寿命，就多一年的无量寿佛。听说这里要重建大殿，信徒们发心要建，就给他们建，我没有挂碍，我不会高兴，也不会嫌烦。开始打坐时妄念很多，如何对治？妄念多就是业障，如要去除妄念，念佛比较容易。另外俗缘要少也很重要。念佛号是否也是执着？执持佛号不是执着，执持佛号可得正念。如有一点善乱心或名利心，那就是执着。一直要念佛，一直要念，是不是执着？这也不是执着，是精进。有人说念佛会着魔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你有此念头才会着魔，你心不专才会着魔。在阿弥陀经上有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句，为何您说只专心持佛号即可呢？只要具足信心，那福德因缘就一切具足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信心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？是相信的信心，是每日三五万声佛号的信心，是将全副生命投注下去的信心，是一心不乱、一念不起的信心？你自己具备了哪种信心？你自己应该知道，是否福德因缘具足了？一连串的问答，大家都有一个感觉，老和尚和一般传说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从他风趣的谈吐、无碍的辩才上，可以见到一位高僧的风范。不但增长了大家的见识，更激励了大家的信心。某日上午，天下着大雨，有位法师带着某月刊社的同仁上承天寺拜见老和尚，请教他有关要创建禅修道场的意见。法师问：僧团的修持在山林和在都市有什么不同？老和尚说：起先宜在山林修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不止在都市中，街头都可以修。假如办一个佛教教育机构或一个禅堂，在山林好呢，还是在都市好呢？不要说我们要做什么，还有设想就还有执着。您老人家在这里方便说法，还不是在办教育？这个承天寺也不是我的，如果是，我就成了守庙的庙公了。老和尚，这一生弘扬佛法主要的大愿是什么？我一天到晚坐在这里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是大禅师的作为。多大？最大也不过我的椅子那么大。老和尚，您是禅净双修吗？我念阿弥陀佛。一般说来，禅净双修是否容易相应呢？在我没有分别。如果强调禅，还有我相，一开口就有个我。我们要身心变化得快，是否最好像您老人家一样经常打坐？你现在跟我讲，我才知道我在打坐。
民国68年，承天寺举办佛七。来参加佛七的一位年轻法师请示老和尚说，修行过程中有许多难关，要如何打破？老和尚回答，我们现在虽然出家，但是仍带有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劫数、冤亲债主，这些都会来讨。我们要念佛，靠念佛的力量一关一关的打破。民国69年，某一天，有位法师带着一些信徒来访。顶礼老和尚后，这位法师对老和尚说，出家以来，我一直深受种种人事上的刺激打击与精神上的种种挫折磨难，不知是我没有修行，还是业障特别重。老和尚说，越是在修行的人，那些无始以来的罪业越是会现形，换成种种境界来折磨你，使你受苦，像身体的疾病或精神上的打击磨难，这些磨难会刺激你，使你体悟到娑婆人生的苦而自求出离。你必须跳跃过这些障碍，越过人生的种种劫难，才能得到清净安乐，成就净业。一位比丘自彰化来请教老和尚找道场的事。老和尚说，我们出家人寄行天地间，这天地便是我们栖身半道处，还要找什么地方？出家人游山立水，到哪里便算哪里，并不是要去找什么道场，而是看自己有没有愿力。有愿力，临下竹子三两根编转一下，也可以栖身，也是道场。有愿力克服每一环境的障碍，心便能安定下来，这样在每一个道场都能安心办道。台南某寺的一位老法师年82岁，出家不久，协同一位在家护法，一个月前由台南出发，参访台湾各地的寺庙，于昨日来到土城挂单承天寺。清早在课堂见到老和尚，请示老和尚修行之道。老和尚说，老年人出家要走修行这条路是比较慢，一心念佛待业往生西方是最快的。我老年才出家，人生各种困难危险的境界都经历过了，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。可是现在出家了，却觉得佛法老是让我理解不过来，请师父慈悲开解。老人家啦，不要再想要学这个搞那个，那是难有结果的，还是什么都不管它，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最要紧。我看你根本没有念啊，昨天上山来匆匆忙忙，没时间念佛。匆忙是我们这个身体在匆忙，念佛是用这个心在念佛，不相妨碍。有念佛的和没念佛的来到这里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一个有念佛的人，他的举止行动言谈间会流露出阿弥陀佛来。我看你来到这里
心里根本没有带半句佛号来。同来的护法居士问，要怎么念佛呢？念佛就念佛，还要怎样念？老和尚反问这位老法师说，你在常住担任什么指示？香灯。担任香灯是最好利用来念佛的，一面擦擦抹抹的做事，一面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最好的。可是这样子我会弄乱，会搞错啊。这怎样会弄错呢？你身上穿的这件僧服，你就不会把它颠倒穿。士林一位尼师和他俗家的兄嫂弟妹等眷属一行数人来参见老和尚。这位尼师向老和尚介绍过他的俗家眷属后，请老和尚为他们开示在家修持的法门。老和尚说，一子出家，七祖皆得度，你的家人由你来度他们也就够了，也最适合的，不必我这老人再来多话。高僧大德的一句话胜过我说千句话，还是请老和尚慈悲指示。念佛，念佛是最好的。念佛该怎么念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念，不要嘴念心不念。念佛是最重要的，在家学佛要念佛，我们出家学佛也要念佛。再学一些种菜、捡柴、劈柴、煮饭、扫地呀，像从小学生学起一样。学佛要有像观音、普贤、地藏等菩萨的誓愿力，做一些人家不要做的事，吃一些人家不愿吃的苦，这样才有道可修。那些成佛做菩萨的，往往都是那些让人家认为笨笨的人在成就的。请老和尚告诉他们在家学佛应如何做人。做好人，不要做坏人。我们来这世间就需要生活，衣食住这是免不了的，但是我们赚的钱能吃得饱穿得暖，基本上过得去就可以，不要贪。剩余的钱拿去布施做功德，这就是做好人。如果恣意的挥霍享受，随心所欲，不知节制，不会做功德，这就变成坏人。有位法师来请问老和尚，他在中南部的大殿盖好后该如何做弘法利生的事。老和尚说，不必挂碍那么多，盖好也是这样，不盖好也是这样，要办自己的事。我这承天寺也是一样，盖好也好，不盖好也好，我也是这样，想走也就走。民国七十年的某一天，几位狮头山来的法师上山参拜老和尚，在课堂顶礼老和尚之后，便对老和尚说，请师父开示。老和尚说，念佛修苦行，扫地煮饭捡柴啊。师父，对我们出家人念书的看法如何呢？出家是无色相的，是粗衣淡饭，是信愿行，没有讲究吃好
穿好、睡好，或是去念书，这些是属于社会习俗的形式。我们出家就是要从衣食住中去掉我们的贪念，粗衣淡饭，修一些苦行来消业障。过去的佛祖高僧，他们并不认识什么字，可是他们靠他们的愿力又这样修行过来，最后自己开悟出来的。我们学佛就该以过去诸佛祖师修习的方式来做我们修行的榜样，这才叫学佛，学佛的榜样。否则只一味的念书，念到最后钻不出来，那些秀才、大学士、有学问有地位的人，他们要是进佛门，还是要从扫地、劈柴、学我们拜佛、念佛起步。我们念佛常常昏沉、散乱，这是为什么？没有愿力。如果有愿力，自然会将我们在社会中放一贯的心收摄起来，一心念下去，妄念自然就消失。有人说，诵戒一定要在规定该诵戒的那一天诵，过了那一天便不可诵。师父认为如何？诵戒必须熟谙戒本，则自然每天都有戒。只要有愿力要持戒，自然心里会晓得自己的吃饭。否则一文诵戒，天天诵也诵不完。师父认为持五是否容易持？容易持，这要看自己的能力和愿力。如果有愿力，自然容易持。有时想，时间实在太宝贵了，所以舍不得睡觉，晚上整夜静坐念佛，这样是行不通的。要睡好，精神足才好念佛。有位持戒严谨的法师来参访老和尚，提起他差一点就往生的经过。我亲眼看到观世音菩萨圣像清晰，璎珞也很清晰。老和尚笑笑说：真的吗？哪里有什么菩萨？有佛菩萨，有净土，是法师讲经说法向那些人讲的，让他们有个依靠。但佛经上说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七日，若依着做，那佛一定来接引。但入不吃不睡，不要七日，四五日就够了。临终时不要存有要见菩萨摄像的心，求来的不见得是正确的，那是不可靠的。要无所求的静心念佛，从心里面自然出现的才是真的。老和尚鼓励这位法师实相念佛，不要事相念佛。老和尚接着又说：看你行持到哪个程度，跟你说一些话。临终时要无所挂碍才能往生，要度众生也是一个执着，一个挂碍。法师，你最好不要执着这些学生还不会讲戒，这样还有挂碍，往生会有障碍。唐宋时代佛法很兴盛，而现在佛法衰微，我很担心戒律方面没有法师传承下去。有的人不懂，才会说佛法衰微，其实还没到那个时候。现在还有出家人，
和一些善知识，都认定有佛菩萨，经律论还在，还叫我们念佛，那都是我们的法师。佛菩萨是要度众生的，如果没有佛菩萨，这六道也就没有了，因为众生都被度尽了，有众生就有佛菩萨。请问我的生命还有多久？应该如何培养僧才来弘扬戒律？这个肉体是你的生命吗？你应该发大愿，不要说要活多久，度众生是要愿力去执行，像观音普贤菩萨也是，但临终都应舍，要放下这个臭皮囊。心是心，不管这个身子变成圆的或扁的，不要惦记着它，不要说得到什么，如果有所得，那就还不是。若有愿力在，则再来度人，功德更为殊胜。愿力是放在心上的，我的愿是快快回去换个新的肉体，再来度众生，众生度尽，我才要成佛。每个佛菩萨都是依他的愿而修成的。我也是有这个愿才留下来，否则我早就死了。我只是担心戒律后继无人，如何培养弘扬律法的僧才，这是我最大的目的。我无法说你能再活多久，那就要你自己求了，要照你的愿力做下去，你的愿力第一要紧。我的力量太小了，求您老人家加持我。我的力量也很小，你还是去求佛菩萨。求佛菩萨和您老人家都加倍我。知道的人参一句就能进入佛地，不是像今天说那么多话，出家人还能体会一些，而那些在家人也只是听听而已。有一位法师心不安定，想离开自己的常住，上山请示老和尚说，想离开现在住的寺院，目前有三个地方，不知何处与我有缘。老和尚答道，是心不安还是所在不安定？如果是心不安定，就是跑到西方也不安定，心猿意马时念头马上转过来就安定了。戒律最重要，持戒清净，心就清净。如果心不安定，看什么事都会有我相，就想到处乱跑，要看每样事都不是我。修到心不乱，什么事情一到，一念清净就是西方。要以心安心，否则要用什么来安？比如心要跑，就问自己的心，你要跑到哪里去？我每天持咒拜佛，又增加法华三昧，心仍不安，打闲岔。自己没有主不行，只要专心念佛、看戒律、拜佛就好啊。如果事情越多越执着，心会越不安。不要把人家的善拿来修，看到人家怎么修，
就想这个也学，那个也学，结果越烦恼执着。如果有根基的人，会把人家不好的拿来修，会更好，更进步。如不会修的，反而会起烦恼，心要安很难，所以要找心里面那个不生不灭的，不要找外面那些有生有灭的，要找本来什么都有的本来自性。而那些听得到看得到的都是外面的，与自己无关。有位年轻法师来参访老和尚，老和尚说，有的人拿起扫把时就觉得这个不需要我来做，这不是该我做的。这位法师说，我就是这样。这是在装和尚蛋，没福气。能够在三宝门中做事，这也是福气，要修福。年轻人这样不会进步，共高心。有的人觉得自己是大学生，大学是大学，想当博士也要再演一出，做些洗碗、擦皮鞋等卑微低下的事，没那么简单就说我是博士。学佛也是一样，大菩萨在因地修行时大都做些煮饭等粗活，越笨越被人轻慢的才越有进步，这才是修行。否则说我在修行，哪有行跑出来，哪有那个道行。